好，大家午安。我们马上要推画面了，先等一下朋友上来啊，才刚刚开直播。那跟大家问声好，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来，有我们线上的，包括了有谁点个名？他拍那个戏有没有网络上看得到？网络上看不到，还在继续演，现在已经加码开到二月底了。哦，这样。来，那个蔡甲博士，蓝的蓝 ，N Fan N Some Penny， 还有 DD 93869983。中运 ，Chacom， 大家午安。好 ，Fanny 是澎湖的朋友，豆子说开门开门，有声音了哈。还有 Skynamida 是奥克兰打卡。哎，有人问我说上海的风景怎么样啊？风景当然很好啊，心情更好，因为全家去旅游嘛。去几天了、啊？上海我待了四五天。现在大概几度？我去天气还不错、哦，大概都有十度左右。Okay.然后也在河内也待了四五天，他没去哈尔滨啊，现在很夯啊，我们时间不够，下次有机会再去。来 ，Silence， 来老规矩，刷一排一，声音 OK， 我们就开始。嗯，有人说隔壁同时请了五个嘉宾，没关系，我们今天这边有亮哥。隔壁，他们说隔壁是。隔壁哪一台？雅虎，雅虎今天请了五个来宾。这样啊？我们大概分析选举吧。没有，因为那个亮哥一人抵三人，所以他被我请过来，对面就加了好几位。雅虎今天请到五个人啊！五个人，其实说实在，有时候只有一个时间短，大家分配声音比较、啊、比较紧张一些。我们当主持人就是要分配时间，这个人一多、是好，但是要大家分配的均匀，有时候也是比较需要安排的哈。来。哦、有人说是三位来宾，两位主持，所以加起来算五个、哦那就，那就正常了。三位来宾也比平常多，平常是两个来宾。不过他们两位主持人基本上也等同来宾，他们的料也非常多。好，来那个大家都说听得清楚，那我们就帮我们推片头，准备开始喽，谢谢。欢迎收看《永康新世界》，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今天请到的是有情有义的亮哥。嗨，大家好。为什么说有情有义？选前一天啊，他这么忙，通告这么多，还依约来到了《永康新世界》，所以非常的感谢，百忙当中抽空过来。应该。啊，我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河内。越南的河内也去一趟上海，那过程当中有人就说没更新啊，然后在上海的时候，也有人很多人私讯给我，告诉我哪边好吃，哪边好玩，帮我带路啊，非常的感谢。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趟全家旅游的一些心得。不过亮哥来到这边，当然抓紧时间直接切入重点，问一些重要的事情。选前一天，台湾的选举牵动了两岸跟中美关系，待会儿一定会聊的很多。不过有今天的新消息，先开场请教一下亮哥，因为这会不会成为第三个？战争的战场，上午传出啊，这个青年运动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这边证实，英美联军空袭了也门的港口，包括了和台达跟他们的首都沙那，一共有四次大的爆炸声响。那我先请教两个，因为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都还没结束，现在在看这有没有可能扩大成为第三个地缘战争的战场？那除非英美有地面部队上去也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基本上是游击队了，所以他并不是像，比如说哈马斯啊，他有一个指挥中心，有一个政府单位，所以他是神出鬼没的，除非你把他的武器构筑都炸了，那问题是他显然外部有一些供应者啊，那当然大家认定是伊朗啊，是，那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弹跟无人机。对他们来讲，要携带并不困难，因为也不是很重的东西，因为他不是要作战啊，他是要骚扰货轮嘛，那有一些货轮是不能忍受一击啊，比如说如果是天然气你怎么办，如果是石油怎么办啊？那这个地方其实主要
就是人员的运输出了严重问题。刚亮哥讲一个关键点，就是除非英美派路面部队，对对对，这可能会变成第三个战场。可是美国不会派了，你觉得美国不会派？不会派。就是这个，大家本来观察在胡塞组织青年运动攻击红海的海上的商船的时候，如果说英美联军在海上来制止的话，这个东西就锁定在海面上了。但这一次是第一次，英美联军是攻击也门的本土的陆地。对啊，的一些军事设备。可是你就是要假定，它主要是攻打雷达啦、雷达站、还有武器库嘛。因为这个你即使射出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些导航啦。如果是导弹的话、是。可是如果是火箭弹，搞不好是用目测。那你怎么弄？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招数，是有一些小船就开过来，然后小船轰了你火箭弹，然后人就走掉。这就是亮哥讲的神出鬼没。是啊，而且有的时候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这个你知道这个重点。这个跟当年中共的解放那个游击队一样嘛，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走。所以要真打，英美真的要去打这个组织，要把它弄到没有攻击能力，不知道耗多久。英美的财库、武器的库存还有能力撑多久？不可能啊！我认为不，他一定要派地面部队。这个不是武器库的问题，是你要派人上去。但美国不会派，不会啦，怎么可能？你要派地面部队上去，才能够把它让它远离海岸线。所以这个事情的发展就是不断的。像骚扰，这个叫压抑一下，压抑一下，然后胡塞组织继续攻击红海的商船，对对，英美再来给你，对对，再压抑一下，再给你多一点拳头，就是这样，这样子就弄不停了，弄不停。可是大家担心的就是说，这个也理论上也叫做战场的扩大了，因为大家在看加沙战争是分三个扩大嘛，第一个就是只打加沙，那第二个是代理人进来嘛，是，那就是打黎巴嫩真主党。打伊拉克的圣城旅，打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个都算啊，这个都算。那目前黎巴嫩真主党那边，上次哈马斯二号人物被炸嘛，这个阿鲁里被炸死嘛，可是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动，他只有说他要报仇，然后就射了火箭嘛，然后伊拉克圣城旅也有那个一个民兵领导人被炸死，那个是美国干的啦，那。黎巴嫩那个应该是以色列干的，那基本上伊拉克圣城旅跟黎巴嫩真主党现在按兵不动，那现在轮到也门了吧，那也门也是把你压抑一下，现在大家就是担心这个代理人可能会真的就这个战区就开始烧起来了，因为如果代理人战争真的打起来了之后，那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伊朗直接介入了，那目前是这样啦，就是美国跟以色列都有一些鹰派，认为正本清源还是要打伊朗，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从10月7号哈马斯攻击加沙啊，不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来啊，他的调子都没有改变，他说就是伊朗干的，所以最终还是要打伊朗啊。那这个坦白讲，目前并不是拜登政府的立场，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很复杂啦，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鹰派啊，在这个地方几十年来已经累积出一些资源，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各自行动，不一定会完全听美国政府的指挥啦，所以你才会看到美国政府目前亮出来的就是两手嘛，比如说你看布林肯去以色列，那他也是说，你这个不能这样打啦，杀了太多人了。然后他又去拜访埃及跟约旦，大家集合开会嘛，然后还在那边大声说，美国的主张是要建立巴勒斯坦国，可是实际上你还在军援以色列啊，这两个是矛盾的，所以你美国怎么这两件事情同时在做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国不知道哪边会赢啊，所以两边都暂时压，真的是这样，我认为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军援以色列，如果你以色列打得很顺啊，那巴勒斯坦国当然就没了嘛。啊，可是这不是我造成的，是因为以色列打得太凶了，我压不住啊。所以美国的心态就是两边都先压，两边都给一些资源，一边给资源，一边提供一些他的一个说法，然后就看你怎么样发展。如果出现拐点，他就压那一边，就是这样。而且我坦白讲，那个说法
也不是美国的想法，他被国际主流舆论压着，他必须这样说。哦，因为建立两国方案是国际的主流嘛，嗯，美国事实上并不支持啊，嗯嗯，你从他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嗯，比如说特朗普就直接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哎，嗯，他怎么可能支持两国方案？我再稍微整理一下刚亮哥讲的一个逻辑跟重点，就是如果说把这七年运动也门的胡塞组织去攻击红海的商船，然后英美联军轰炸也门的本土，当作是一个地缘战争的话，那基本上成不了什么气候，因为就是一个游击队。但如果把它视为是像黎巴嫩真主党，而是以哈战争的一个地缘战争代理人的战争扩散外溢的话，它往上烧就可能见到。也门也是外溢啊，对，因为也门是第一个跳出来介入对以哈战争的。对，如果往上烧的话，就是像刚刚亮哥讲的，会追本这个政源的话，就会要我跟你讲，扯到伊朗的部分。背后我认为还有一个大阴谋。嗯，我说实在话，这是我的想法了。嗯嗯，这个你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匪夷所思哈，可是我对国际政治的了解，这种大国博弈通常背后都有一些大的 grand design。嗯，好，我认为它有两个拜登政府没有说的阴谋了。嗯啊，第一个就是他还是要破坏伊朗跟沙特的和解，嗯，所以让伊朗卷入战争会让沙特很尴尬，那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和解计划就不会成功，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事实上偷偷在支持以色列鹰派的一个立场，嗯，就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到西奈半岛，嗯，那加沙呢就变成以色列另外一个屯垦区，可是美国不能这样讲。整个加沙变成以色列的屯垦区，不是你去想吗？不然美国一直接触埃及干嘛？我跟你讲啊，他现在已经实质造成一个困境，就以色列把南加沙的人大概100多万人都赶到了边境了，嗯，现在已经赶到边境了。那那边上次因为华盛顿邮报反对嘛，华盛顿邮报上次派了一个小组去做调查，他说平均每天拍个笑耳，嗯。要洗个澡啊，要排50个小时，嗯，那喝水、上厕所，每天都在排队啦，那领那个食物啦，领水啊、饮用水，嗯，永远都在排队，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人道的水平了啊。那为什么美国不处理？嗯，我认为美国，我以色列啦，我们说以色列就是要造成那个地方有人道困境。然后美国在顺势跟埃及说，你就打开边界吧，嗯，让人家去北西奈了，嗯，那个钱我来处理，哦，比如说埃及的外债他就免了，把加沙转移到西奈半岛，让埃及来管，对，然后从此以巴冲突就只剩下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没了。可是现在布林肯讲的还是不是巴勒斯坦没了，嗯，是。巴勒斯坦就在约旦河西岸，在约旦河西岸。那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管理方法是种族隔离，嗯，就是以色列有屯垦区，你巴勒斯坦人住自己的地方啊，嗯，啊，哈马斯我要消灭他，嗯，所以我不让他有土壤，嗯，所以你们都给我离开，就是这样。但表面上，美国还是说我们支持的是两国方案，当然了，啊，不过这两个，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如果是一个阴谋或者是一个构想的话，就是要逼迫伊朗卷入，当然了。伊朗卷入的话，我要问：伊朗真的卷入，美国有能耐去支撑这个俄乌战争之外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战事吗？对，可是伊朗也不会真的大规模全力介入了，嗯，因为他经济不好，嗯啊，他卷入，我觉得以色列跟美国的鹰派在想的，嗯，不是打败伊朗啊，嗯，是要让他跟沙特玩不下去了。这就是最终目的。对，然后他们就趁势再重新去提跟这个逊尼派的有钱国家，嗯，说我们还是合作吧。这叫做拜登政府的中东再平衡，让北京的势力借此而出去了。对，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个目的。对，就是这个目的。哎，我还问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也门的七年运动胡塞组织发动对于红海商船的攻击，他们的说法是。因为这是反对以色列去攻击这个哈马斯、攻击加萨嘛，那希望
这个透过这样子的骚扰商船，对于美国施压，让美国能够对于两国方案真正去落实上面多一些力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两个层次。嗯，两国方案的落实，这个是根本解决问题。你骚扰商船，你打到了商船也不一定是我的。所以简单来讲，这个红海上面骚扰商船，然后英美联军去炸一炸也门，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是会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其实这个也不是新鲜事，2016以前美国就这样干的。是啊，这是2016之后开始停止对于也门攻击。中东哪里缺乏战火啊？嗯，我们这边讲好了，戈兰高地，嗯，戈兰高地现在以色列是占领的哈，嗯，是跟叙利亚作战嘛。1975年，嗯，到现在，嗯，叙利亚没有承认啊，嗯，1975到现在多少年了？49年。以色列这样占领戈兰高地啊，而且戈兰高地因为在山坡上啊，所以高级别墅都盖起来了。虽然说没完没了，但我自己看法应该也不会太至于再大规模的变成另外一个代理人战争的扩散，因为拜登要选，马上年底，然后美国的财力、武器的库存，俄乌还没打完，现在不，这个是这样啊。我跟你讲，以色列的想法跟拜登不一样。以色列是认为哈马斯就是躲在各国的难民营嘛，嗯，那约旦也有啊，那黎巴嫩也有啊，那也门那边可能也有啊，他是真的要消灭哈马斯，嗯，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还是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以色列事实上认为这个战争还要打一年呢，嗯，好，这个事情大家就继续看着吧，不会那么快了，但是会不会那么快的扩散，应该也不太会。回过来，我们来看这个周末大家最关心了，这个台湾的大选马上就要登场。那抢在大选的前夕传出一个消息，因为台湾的选举会不会牵动到两岸、牵动到中美，当然会哈。那布林肯，这是美国之音的独家哈，说布林肯要抢在投票的前夕，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昭两个人会谈，就是他赶回来嘛。嗯，对。那我跟大家稍微做个说明，因为刘建昭台湾的朋友过去刘建超台湾的朋友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啊，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他在中国大陆是负责跟各个国外的政党发展关系联络协商的一个角色，这个是党的单位，党的单位，中联部嘛，对，不过他当过外交部发言人，他跟国外去做接触的时候也是跟国外的政党当作是单位的窗口这样来联系的，所以并不是大家比较过去常熟悉看到的王毅跟布林肯的对谈。那么这两个人见面主要谈什么呢？话题很多了，包括了中美的科技的协议，还有等等。但是根据美国之音的角度切进来哈，他是讲到说，当然台湾的选举会是主要谈的一个内容，双方要先画下一个红线。美方方面是要警告中国大陆不要以选举的结果作为制造不稳定的借口，像是如果选完之后解放军有相关的军演，就会被美方视为是挑衅。那中方也要借这次的会谈警告美方不要介入选举，尤其是现在传出的《金融时报》的报道，在选后拜登立刻要组织一个高层级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好，所以我先请大家亮哥刘建这个部长的角色的解读。我觉得刘建昭这次到美国主要还是重申习近平对拜登讲过的话，嗯啊，那还是要表达善意啊，就说其实我们没有要把你那个什么要跟你争老大啦，没有啦，我们没有那意思啦啊，那可是你也要记住啊，这个你不说你不支持台独啊，嗯，那要落实啊，所以还是有这个就是宣达习近平的意思了，因为坦白说啊，如果真的要做战略性的沟通，那也轮不到刘建超了，嗯，应该是王毅自己来嘛，嗯，那王毅见完布林肯还要见苏利文呢，对不对？嗯，那刘建超事实上跟他见面的级别，因为布林肯是赶回来嘛，你看布林肯并没有特别为了他让他第一天就见到面了，嗯嗯，哦，所以美国也知道他的级别了，啊。那至于《金融时报》那个独家新闻啊，美国也不会承认那是拜登派的啦。你说那个访问团，因为两个人都是现任的前，一个当过副国务卿嘛，一个当过国家安全顾问啊。那个斯坦伯格还写了一本书啊，在台湾有翻译，相当有名的啊。那是共和党，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当过国家安全顾问，可是都是前，嗯。
前任来算什么、啊？嗯，这个不是官方代表团啊。嗯，所以《金融时报》在那边说这样会激怒北京，我看他想太多了吧。嗯，克林顿都来过了。嗯，这两个人算什么？这两个人又不是领导人。嗯，所以可是他们绝对是嫌命而来了。这个就好比葛莱仪嘛，跟柯金森写的文章，那他们都是卸任的官员啊，或者是重要的智囊，大家都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意义啊。你讲说双方都携命来表达一些，包括像刘建超表达再次重申习近平之前对于美方的释出的一些正面好的一些善意的讯息，双方也要在台湾选举之前把一些底线说出来。对，具体化的事件就是包括了《金融时报》传出来，拜登要派前这些高官来台湾作为访问团，他们不会说他们是拜登派的。OK， 然后美方也期待解放军不是只有两个人哦，是一个团。团，美方也期待解放军不要在台湾选后就有出现像军演这些行动，像这些红线，在台湾选举投票之前先说了，就能够确保在选后不会出现吗？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不了，北京啊。北京前一阵子在舟山岛那边做了一个实弹演习嘛，嗯，可是那个距离台湾太远了啦，而且只有一天，嗯，所以也不要把那个强理解为人家在做动作啦，嗯，因为他现在有点家大业大，你知道吧，嗯，动不动船也要开出来溜达一下，你不能把它理解为都是针对台湾啊，对不对？嗯，那有时候是从菲律宾穿过，有时候从宫古海峡穿过，你硬要把它解读为都针对你，那你、嗯、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嗯，哦，比如说卡尔文森号，那本来说要跟菲律宾联合军演，嗯，结果他就直接跑去菲律宾的港口嘛。啊，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什么意在沛公，这个我觉得解读太过了吧。亮哥这样的说法，像刘建超跟布林肯两人就算见了面，也是聊表心意了。该做的还是做，但是可是拜登代表团不会说是拜登派的。然后军演，你不要把它解读成为军演。可是我跟你讲，因为它刚好发生在防长会议之前啊，是哦，所以因为防长会议大概是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嘛，对不对？那美国也知道三月，大陆要两会嘛，所以坦白说，这个两会之前，他当然不希望两岸有变数啊，嗯。啊，不然万一人大政协有人提案怎么办？是，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还是会讲一些话啦，比如说这两位卸任的官员来台湾，他们肯定要见赖清德了嘛。嗯，因为赖清德如果真的当选，他也不会理小英的啦。嗯，所以他们就是直接要跟赖清德对话，我觉得就是要对他画红线了。嗯，说什么事你不能做了。嗯嗯。我认为美国人是很清楚赖清德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CG4 啊，刚刚口中一直讲到是到底哪两位前朝的官员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金融时报》报道说，拜登将在选后要派前任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跟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要率团访问台北。对，那刚刚亮哥的解读说，这两个人基本上拜登政府不会说是我派的哈。但是到时候会是一个代表团访问到台北，嗯，到时候看是见到台湾的新的领导人物是谁哈。不过选前，我认为如果侯友宜当选，他不会来了，那就不来了。当然啦，就是为了赖清德来的。为什么？因为赖清德真的有变数啊。就是要先不，因为赖清德真的不是蔡英文嘛，他会脱框嘛。所以他们这两个人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应该说是要稳住，然后让赖，如果是赖当选的话，就让他更美国更能够知道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不要乱动啊！不，我讲白了啦，啊，蔡英文是这样，蔡英文的基本的主张是宪法的现状，嗯，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那因为他本人是学法的，嗯，所以基本上那个框框在哪里，他很清楚，嗯啊，他不会外溢啦。那赖清德因为他是一个正统台独嘛，嗯，所以他带有很强的台湾民主主义的味道，嗯，那台湾民主主义跟中国民主主义是对冲的嘛，嗯，那蔡英文讲宪法现状，我就留有一个灰色地带跟中国有沟通啊，比如说我可以说我现在是陆委会啊，你是国台办啊，嗯，所以我们的宪法现状有特别关系啊，嗯，这个就是一种空间，嗯，国民党也是这样。
蔡英文也是这样，可是赖清德不是这样，所以就连华府白宫对于如果接下来台湾新的领导人是赖清德的话，可能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做风险控管啊。对啊，那北京当然也希望在三月之前不要有任何的一些变化。不过我们就回来聊台湾这个选举，等一下我们在这部分还会继续来补充中美之间的一些疑虑。在美国或者是很多外媒的眼中，台湾这次的选举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这个礼拜对于选举相关比较一个大的讯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那个防空警报的简讯了，让台湾又再次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因为很多的外媒都有做跟进的报道。纽约时报直接下了一个标题说台湾乱了套，是这样直接翻译的吗？我给大家看一下纽约时报的原文的标题怎么写的。好，给大家看这个纽约时报，我们用 CG2， 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标题上面写的，飞弹、火箭还是卫星，中国大陆的火箭穿越，台湾乱了套，这是纽约时报的标题。所以外媒的观察，他说播下了混乱，confusion， 是 show confusion。对，外媒的观察说是台湾有点乱了，就他们也不太懂。其实台湾的选举很多时候是深不可测的。我会请教一下亮哥，国防部道歉也正式更正了，话题发酵了两天，你自己每天住在网络上面，你观察舆论的走向，因为这个讯息出来之后，两个面向发酵，一个就是芒果干，另外一个是狼来了。狼来了跟芒果干哪一个发酵的效应比较大，会影响到选区的比例有多少？我觉得这个国家警报是国防部在压力下发出的啦。因为哪边的压力？当然是国安高层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个中国大陆，美国不在台湾啊，中国大陆发射那个是科学卫星啊，大家都知道，事前就知道了，两天前大陆就1月7号就公布了啊。它发射的时间是3:03，那因为卫星火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也听到一些专家跟我讲说，事实上它大概6分钟就已经越过台湾上空了，而且它到台湾上空的时候，已经高度已经有500公里，因为低轨卫星是280公里到800之间嘛，所以人家触中国的国境进入台湾上空就已经到500公里了啊。那我们发简讯是3:17，那个卫星根本就不在台湾上空啊，请问你是在发什么？在外太空。是啊，所以你如果要发，你3:03收到立即情报，你至少3:05或6分就要发。你刚刚讲说压力来自于国安高层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恐吓动员啊。恐吓动员。就是要让绿营的基本盘紧张一下，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芒果干嘛。是啊，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后来的道歉跟更正，就证实的是狼来了嘛。这两个发酵的。那个道歉是这样啊，因为卫星的那个警报，我们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我们只有飞弹的警报啊。那当然，火箭弹也是啦。那卫星你怎么给人家发警报呢？所以他那个。是罐头文字啊，他发的警报是中文，他自己写，那下面的英文是罐头文字，这个怎么会没有检查就出去？实在是太好笑了。而且我跟你讲，他写 air raid， air raid 是袭击嘛，你应该写 air defense 啊，对不对？那你写 missile 啊，那我们不管了，反正我就把它理解为英文就是罐头文字啊。我重点是时间了，那第二个就3:17你发简讯，已经过台湾上空了，那你再发干嘛？你就吓台湾老百姓嘛，搞芒果干嘛？那第二个就是，你明明知道那是科学卫星嘛，科学卫星是没有军事威胁的。对，好，回到我刚刚问题，亮哥，你刚刚讲到说这就是恐吓动员，你的逻辑我已经完全可以理解了，那。恐吓动员后来被证实是一场乌龙之后，就会让人家质疑这是狼来了，所以这个讯息可能到后面变成是一个反效果。我跟你讲，所以我说这个选举逻辑是什么？选举逻辑就是赖清德这个阵营认为他只要巩固既有选民的投票率，他就当选了，得罪中间选民不在考虑之内。哦，就算有狼来的反效果，也远远不会去大于。恐吓动员的效果来的投票率，因为坦白讲，这算过的，一定算过了。我跟你讲，这个选举到了最后，再拼两种逻辑嘛。第一个是三个阵营的投票率，
那三个阵营的投票率，那第二个就是蓝白之间的移动嘛，嗯，那蓝白之间的移动，因为今年的选举特别像2000年那次选举，就陈水扁后来拿到39.3%，嗯，宋楚瑜拿到36.8%，陈水扁只赢2.5%嘛，对不对？连战是24%，啊，可是坦白说，你认为连战被弃保，他跑掉多少票？我认为连战跑掉的票大概也只有5%左右，嗯。就他的民调本来就大概30%左右了，嗯，那最后变成24%嘛，就有一些跑到陈水扁，有一些跑到宋楚瑜，那总之就是陈水扁赢了 ，OK。所以现在民进党在防什么？民进党现在第一个就是巩固自己的投票率，嗯，那第二个呢，就是让蓝白合不起来，嗯，啊，那柯会抢到一些中间选民啊，年轻票没关系，只要你不要投给侯友宜就好了，嗯，这是他的策略了，所以你说。狼来了，我坦白说了，你会解读为狼来了啊，嗯，那表示你不是绿的，所以得罪这一区中间的这一块，他也完全不在乎，他只要能够巩固到原来可能一些比较绿的没有出来投票意愿的，只要出来投票他就赢了，当然是这样啊。OK， 他可能算他40%就赢了。选前之夜，台湾过去的激情跟戏剧性的戏码，其实很多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包括像两颗子弹等等，今天还会有这种类似这样的那么戏剧化的吗？应该不至于吧？应该不至于哈，不至于了。那就大势已定了嘛。因为2000年那次，我跟你讲哦，我们讲戏剧化的事件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负面的，嗯，比如两颗子弹这种啊，那一种是加分的。就是有神秘人物站台，你负面看是要对谁来讲是负面，正面很难说啊，就是对国际上是负面，好，人家就觉得你怎么发生这种事了，是，那而且最后你只赢了多少啊，对不对？0%多嘛，对不对？0.多%，那另外是正面的，就有没有人站台？嗯，好，比如说2000年那一次，最后是许文龙跟李远哲站台，嗯嗯，这个是真的加分，嗯啊。那国民党现在就在幻想郭台铭可不可以提供给影片呢？嗯，说我支持侯友宜嘛，他们在等这个嘛，你知道？至少5%6%，不知道啊，可能也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多了，不要高估了啊。可或者是柯文哲突然想通了，出来讲一些话，就是这一种。你认为这个事情都不太会发生？加分的部分，郭台铭我很难预测了。哦，昨天是薛明志。还有郭台铭的一些好友出来表态嘛？是，可是那个还是不等于他了。嗯，啊，我坦白说了，郭董啊，你都已经搞过联署了啊，嗯，你最后一定要有个表态吧，不然你以后我讲白了，你以后要参与公共事务，没有人敢相信你。选前之夜最压轴的神秘嘉宾，他也不会回来了，他就是公布影片了。OK， 或者写个脸书嘛，嗯，都可以啊。你说这加分的部分。不是很容易出现，没有2000年那么大了。好，因为许文龙是李登辉的好友嘛，嗯，所以那一次就是带动了国民党的本土票，欠缺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就这样整个翻过来，嗯，然后另外那一次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嗯，大家对你不放心嘛，嗯，结果有一个有诺贝尔奖官员的李远哲来帮你站台。事实上，我们有做民调，因为那个时候今天不能讲民，今天不能讲历史上的历史上2000年的历史上民调。许文龙跟李远哲帮陈水扁加了4%，事后去做的，对，加了4%。选完之后去一项验证，选前就每天的都做的啊。所以加分的部分，这个应该不太会出现，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一次，没有那么大分量，大分量的角色。那负面的部分，负面的部分，就是要有很惊人的丑闻啊，可是现在看不到。我也好奇，这一次的选举整个过程，包括的政策、弊案、丑闻、绯闻什么的，有的没有的文，好像都没有像过去的选举当中杀伤力那么强。还是有，还是有。有杀伤力那么强吗？我觉得对于收视率民调没有。凯旋院民调有掉下来，赖皮寮也有。凯旋院跟赖皮寮，我认为大概都让侯友宜跟赖清德各掉了3%到4%。还是有，还是有，嗯，可是问题是，本来是赖清德被爆料嘛，嗯，所以赖清德跌下来了嘛，那侯友宜就没有警觉到他的凯旋院，结果你也被打嘛，嗯，所以就有一阵子变成，柯文哲，因为他那个农地啊，
那那个停车场立刻把它翻掉。嗯，柯文哲受伤就比较轻。嗯，就是这样。好，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啊，也是在选前公布的，这是全球政治风险的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他这个是把赖清德、还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并称是美国危险的朋友。我想先请教亮哥，三个人的名字并列，你第一个联想到什么？就是战争啊。另外两个的名字已经跟战争划等号。对对对，不，这有几个特色，人家把它列在一起了。嗯，第一个就是这三个领导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啊，可是你的想法啊，都挑战国际现状。泽连斯基事实上也挑战国际现状啊，因为他要加入北约啊。嗯，那俄罗斯不准嘛。嗯，对不对？那以色列要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赶走啊，对不对？所以也得罪了国际现状啊。是。那赖清德，因为他，我认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湾民族主义者了 ，nationalist。嗯，所以他就容易脱框演出。我们也不是把自己身价抬高，但是我也很好奇，像这种政治风险的咨询机构，他当然光列这个 Bremer 是很有名，他列出的点不光是这个赖清德是美国危险朋友，还有列出其他几个点的风险，包括美国接下来他们的内部的一些状况，几个点他有列，那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我跟你讲啊，因为美国下半年是完全没有让步的空间了，因为民主共和两党一定都是反中嘛，那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就一面倒反中了，整个氛围就是这样。是，所以赖清德如果出事，那老共做动作，美国也非介入不可。所以他公布的时间点可以讨论吗？ 是刻意的吗？就是选前两三天公布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他在公布了，我跟你讲，连经济学人啊，经济学人是很支持民进党的，他本来一路就在宣传说，哎，这次的选举就是民主对专制的选举，这个不就赖清德的论述吗？可是到了一个月前啊，就是十二月，经济学人就直接登一个文章啊，说对中国来说，这场选举显然是战争与和平的选举。那这不是国民党的论述吗？我们这个就事论事了，泽伦斯基、纳坦雅胡都是拜登坚定的盟友，这个是既定事实哈。都是拜登坚定的盟友，不过这两个人后面连接到的，你讲这话我不同意，不同意。泽连斯基是美国的棋子了，盟友个头了，盟友。他认为他是以色列才是，但泽连斯基一定认为他自己是美国的盟友。我跟你讲啊，美国真正的盟友，这个有人做过研究。OK， 说美国非救不可的啊，只有以色列、以色列、日本跟英国啊，就只有这三个，其他都不是核心利益。就是当事人自认是盟友，但其实是棋子，其实是棋子。我讲的是指国际政治上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了。美国核心利益当然是它的领土嘛，夏威夷100%是嘛，关岛100%，就是说非领土的部分，真正它的核心利益，以色列排第一名，还高过英国，高过。那第二个是以色列是小祖宗了，到底谁影响谁还很难讲啊。第二就是英国。第三就是日本。除此之外，自认盟友的其实都不过是棋子，对，都是棋子。好吧，那我就稍微修正一下我的说法。泽伦斯基自认是盟友，但其实是棋子哈。那纳坦雅胡是拜登坚定的盟友，不过后面连结的国家都后来有战争，也让美国后来就陷入了泥沼了，因为包括了消耗的军力、财力等等，也让拜登的民调一直就拉不太起来，所以。在欧亚集团做了这个咨询的风险评估之后，把赖清德跟这两个人名字并列以后，等于是危险的朋友。危险的朋友让拜登，其实你看啊，对于泽伦斯基或者是纳坦雅胡来讲，在泽伦斯基俄乌战争一爆发，让拜登其实在当时的那时间点重新回到了西方世界的领导的地位，登高一呼，大家北约就听美国的话，北约就火起来了，就火起来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一开始也是有赢得的面子啊，但后来理智的一直出去了。其实希拉蕊讲的最诚实了，希拉蕊说：“我们只要出钱又不死人，然后让俄罗斯这样打了半天，那对美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好精辟哦，希拉蕊讲的，说死是死别人呐、啊，我们只要出钱呢、欸，那俄罗斯忙一两年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因为美国本来就不喜欢俄罗斯嘛，
那好不容易他们窝里反啊，那乌克兰人愿意前仆后继帮我们打仗，死那么多人，这对我们太好了，不用出美军呢。被当成是危险的朋友，这种说法就是棋子的说法嘛？棋子的说法，所以拜登心里面其实是有些担忧的。这危险朋友到时候朋友交下去，我要付多少代价？因为你的信誉赌上去了啦。这个当然要怪拜登自己啦。你一开始就把俄乌战争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战争。理论上，俄乌战争由欧洲跟北约大家来谈一谈。基本上就可以处理了啊！结果你拜登要把它上纲为国际冷战的对决啊！你要搞到那个程度嘛！那结果你撑不起来嘛？你就发现，哎，这个世界不是如你所想啊！制裁俄罗斯的只有48个国家，其他141个国家，人家不愿意介入啊！然后还有一些人甚至还是在跟俄罗斯正常交往啊！是。比如说中东的阿拉伯啊、印度啊、土耳其啊、中国啊，人家不甩你这样的理解啊，是，人家认那所以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嘛。我把进一步这个欧亚集团分析的内容来请教一下亮哥，他内容特别讲到，其实拜登并没有意思要就台湾问题跟北京爆发任何的冲突和危机了哈，并没有意愿就台湾问题要真的跟北京爆发危机。他们也反对赖清德在法理上面的台独，好，这是欧亚集团分析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不过考量到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势，拜登也比较不会去反对赖清德如果真的当选之后寻求一些象征性的举措。不啦，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中国大陆市场红线是很清楚，就法理台独嘛。那你法理台独之外做一些象征性的举措，大概最多就引来国台办来骂你嘛，就这样啊。他可能会讲出一些台湾民族主义的语言呐，那可是他也不敢真的去搞法理台独了。有没有象征性的举措会让北京必须要用一些军事的回应？除了法理台独这么直接宣布台独之外，接近法理台独。但是依旧是被拜登认定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吗？我假设了，假设以后的护照上面我就完全没有 Republic of China， 没有中华民国，就全部就变台湾，或者是所有的驻外代表处全部改名字。这个不行，这违反护照的条例了。你国号还是要印在上面，你可以印得很小，因为护照是有条例的，那我们的国号还是叫中华民国啊。好，所以他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违法。有没有什么象征性的举措会激烈到北京肯定要动？我随便讲啊，我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啊。那张志豪就公开讲了，那这个并不是法理台独啊，他没有到那个层次啊。这样北京就会强烈的用军事来做回应？不知道，因为张志豪太小咖了，北京懒得理你啊。可是如果是萧美琴跟赖清德讲就不一样了。OK， 那这个是象征性的嘛？因为我跟你讲，他们本质上就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嘛。他们心中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像这种象征性的举措一多了，北京累积到一个量之后，他真的做了一些回应。这篇的咨询文章的评断就是，美国会被迫表态要支持台湾。我跟你讲，因此就引申发了中美的一个你应该这样升温的循环。习近平见拜登，他为什么要说，不支持台独？你要落实在两个行为嘛。第一个是不要武装台湾，对不对？那美国不会同意嘛，因为美国还要继续卖武器嘛。那第二点，他说你应该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嘛。习近平为什么要讲第二点？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就有一条叫做和平统一无望。所以如果美国跟台湾给北京的感觉就是和平统一完全没有机会了，他当然会有军事行动啊，他把你拉回来和平统一的轨道啊，所以这里就变成是美国要不要出点力嘛，比如说赖清德假设当选，那他要不要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先把台独党纲给冻结了，那这个就是一种善意的表达，不然赖清德事实上就是法理台独的支持者嘛。
我给大家再看补充一个讯息，帮我们播一下 CG 七哦。美国放出一个信号，反对中国介入台湾的大选。不过白宫方面表示，对于这次的选举，美方也没有偏好任何的候选人。在12月14号，美国的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有一个讨论会，学者任雪律特别强调，美国对于两岸的分歧最重要怎么解决，或者是方式没有偏好，但重点是必须要和平有秩序的方式来解决。这意思代表就是说，美方对于两岸终究要统一的话呢，美国是没意见的，但是不能够是用冲突或武力的，只要是和平有秩序的，这美方也是符合美方的一中政策。那美国决策的高层真正担忧的是，台湾选后的新政府突然转向跟北京靠拢，制造出难以预料的结果。这个话委员帮我们做个解读，因为如果新政府突然翻转跟北京靠拢，制造难以预料的结果，他讲的就是显然是侯康嘛。不，北京靠拢哦，我认为如果你是回到九二共识做经贸的社会的交流的恢复，嗯，我不认为美国对这个有意见啊，嗯，如果有意见，那马英九那八年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嘛，嗯，我认为美国是指你跑去跟北京做政治谈判，嗯，然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了，嗯，也就是说海峡两岸自己就在搞和平统一谈判，嗯，那美国认为这个应该是他的权了 ，power。不是 right power 哦，所以你看习近平就是看透了这个问题嘛，所以才会在那个旧金山的时候直接问拜登这个问题，说你要同意中国的和平统一嘛？嗯，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是希望和平统一的嘛，那他觉得这个主力就是美国跟台湾嘛。哎，亮哥，你刚用那个字非常精准而且精辟 ，power 跟 right。如果是 right 权力的话，就代表美国介入他国的内政。对，但是你是 power 的话，美国自然他有这样的影响力。对对对，你必须要尊重我。你们要怎么样去谈和平？只要不是冲突打仗，是有和平有秩序的，是可以。但是我美国必须要参与意见在当中。我跟你讲啦，因为我跟翁旅中也蛮熟的，他一天到晚在跟美国行政单位、立法单位的人接触嘛。嗯嗯，他就是讲这条红线。他说：“你们侯康啊，嗯。”不要想去跟中国大陆做政治谈判。好，我现在问题就来，因为我们前半段花了一段时间聊在台湾的选举、中美之间的牵动、美方的一些角度观点。我接下来就聊北京方面的角度观点了。大家现在线上超过已经有3400+位朋友收看，帮我做个分享转发出去啊。我们现在啊，对了，1月开始我们恢复到礼拜五做直播了，因为那个永康区演那王村长啊，一村喜事的舞台剧。还在继续演，不过因为已经上了轨道了，我所以以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去演的时候，大家不用那么早去提前彩排，所以下午我可以先做完直播再过去，所以我们回到礼拜五，这样亮哥来时间也比较方便，所以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告诉大家回到礼拜五做直播。我们回过头来聊北京的一个态度哈，我们先来看 CG 五，帮我播一下，有关于赖清德说要延续蔡英文的路线，国台办就直接回应了，只要是赖清德哈，他是怎么讲？他是国台办发言人。陈明话讲说，蔡英文就是台独，赖清德接着走的话，就是继续走这个谋独挑衅的老路，离战争跟衰退会越来越接近。两岸选后的局势，我想要请教亮哥的是，不管谁当家，你认为可能在选后两岸之间最大的一个变化会是什么？尤其是在台湾选后，在美国大选之前，我认为立即发生的就是贸易壁垒调查公布第二波。好。这个一定会公布，因为大陆商务部、国台办都证实了，那接下来就看赖清德怎么回应，因为赖清德合理的回应是承认自己有贸易歧视，所以开放部分大陆产品进口。如果这样就算善意互动，那如果他不是，他还把他上纲，说这个就是两岸的斗争，那我觉得大陆就不会客气了，就是这样，跟谁当家有会任何的差别吗？不，因为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是侯友宜，那就从九二共识管道，那双方就进入经贸协商了嘛。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第一波他用石化原料的上游，那个是比较客气啦，因为那个税率大概只有2%左右。可是接下来如果是机械、纺织，哦，那个税率都是6%以上。那对台湾很伤啊。
我们刚聊到赖清德选上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两岸之间的风险，难道侯康就没有吗？来给他侯康的风险是美国在担心的，美国在担心啊，就像马英九这个接受德国之声那种访问一样啊。嗯，就是马英九那摆明的就是他要搞马习二会嘛，你不觉得吗？不然你干嘛讲那话？说我相信习近平。我们来看侯友宜的国际记者会啊，就在昨天1月11号的时候，侯康开了国际记者会，侯友宜两度的强调任内不会触及到统一的问题。他讲这个就是反驳马英九、啊，是，而且今天晚上决胜之夜是没有邀请马英九到场哦。不过朱立伦有帮马英九缓颊了，朱立伦的说法是，不要马前总统来，是因为不想让他再接受到外界的一些莫名的指责跟委屈。来，赵少康也讲说。这两岸之间的问题啊，统一的问题留给后代，他们是不会去触及到。这是侯康的单方面的说法，但要问的是，你有问过北京吗？北京同意吗？北京当然反对。对，其实很多大陆的朋友会认为说，赖清德是台独，侯康两个人，他如果不去谈最终统一的方向目标的话，也算是华独，也是阻碍统一、啊。永康，我知道。我跟你讲啊，和平统一在台湾没有内部的动力了。嗯，这个大陆已经很清楚了啊，不管是侯当选或赖当选都没有这样的动力了，柯文哲也没有这样的动力了啊，所以北京很清楚，就是要借由外力逼你去思考和平统一的问题。那什么叫外力？当然就是军力啊。嗯，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武统的战争啊。我不懂，听不太懂当中的联想。他要做军事动作，嗯。那要逼美国来同意习近平在旧金山的说法嘛？习近平就已经跟你讲了嘛，说我们中美是可以共处的嘛，可是台湾问题，请你支持我的和平统一嘛。用军事行动去逼迫美国，就是美国，但是不用武统的方式统一台湾，就是你让你美国进不了第一岛链嘛。嗯，那你美国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我先把一个架构的前提先问，然后我们再后面理后面。就是亮哥，你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任的任期到2027年还有3年多的时间哈？如果两岸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祈祷他做第四任，不然那个时间压力会非常大。如果没有第四任，就必须两岸问题在第三任当中有一些更进有些结果。对 ，OK， 好，所以那个时间压力会，所以要祈祷他能够第四任，那就到2032嘛。如果是到第三任的话，剩3年多，两岸之间的关系如果跟他的第二任相较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没有变化的话，这种前提存不存在？不，因为中国大陆内部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思考了，就是认为美国跟台湾就是中间有某些默契了，要让和平统一完全消失嘛，那他当然就认为。他因为反分裂国家法是有这一条的嘛，和平统一无望，他就要诉诸武力嘛。嗯，啊，那美国知道这个问题了。我跟你讲，美国如果不在乎这个问题，干嘛叫那三个字郎去写这文章？他就说什么叫有效的吓阻？有效的吓阻不只是 threat， 还要有 credibility， 叫 reassurance。嗯，再保证嘛。嗯，那再保证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愿意和平统一嘛，可是你美国必须支持嘛，嗯，那你美国如果不愿意公开这样讲，那你就去阻止台独运动嘛，嗯，北京的立场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会得到那个结论说，那你至少叫赖清德那个冻结台独党纲，让我们知道他不会做法理台独的动作，嗯，所以你至少做这个动作给我看嘛。不然什么叫不支持台独？所以我对北京来讲，他一定会理解为你们根本就在勾结嘛，你们实质上就是要让实质的台独走到尽头嘛，然后让和平统一这个声音不见了，完全不见了。北京是知道这一点的，北京当然知道，和统无望，不然他为什么要对拜登讲这话？因为习近平。照理讲，和平统一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啊，你干嘛跟美国讲？如果北京已经认为是和统无望的情况之下，那他就会动
用武力啊。那台湾还有多少时间？而这个时间跟台湾到底选出新的政府领导人有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在北京人角度眼中，赖可能是台独，但侯康可能是华独，那都是必须合同无望的情况下，就是要解决。事情不是那么抽象的啦，政治都是有具体动作，请你提出反应嘛。嗯，我举例了啊。马英九当第二任的时候，2012年，嗯，习近平那时候人还在福建嘛，那个时候福建他不是做了一个平潭实验区吗？对，那希望台湾来配合嘛，马英九拒绝。那个时候事实上连平潭的实验区的副主任都愿意让台湾人来当了，嗯，人民台币可以上去啊，台币的车牌也可以上去啊，台湾的车牌，马英九拒绝，马英九就直接说这个就是一国两制啊。我没有办法同意啊，但就是你拒绝人家的方案嘛，那你没有提出其他方案啊，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做政治谈判，我理解你的苦衷啊，嗯，可是我提出一个过渡性的措施，你一定要做积极反应啊，嗯，那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嗯，他搞闽台融合发展示范区嘛，你要不要回应？这个不是政治谈判哦，嗯。他已经推出来了，去年11月推出来了，而且是王沪宁推的，那后面就是中央台办，对不对？那我已经丢出来了，那台湾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当初因为还没有选举嘛，民进党的态度就是一面倒否定嘛，嗯，说这个就是统战啊，等等等啊，那你要不要回应？这个不等于政治谈判哦，嗯，可是它有政治效应，嗯。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如果对超乎纯经贸、纯社会、纯文化交流的议题，你都拒绝回应，那北京当然会理解为合同无望嘛，不是吗？这种回应就关乎到选后谁当家会有些差别。当然是这样。我要另外一个提问，就是不管是赖或者是侯康。对于维持现状，应该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如果赖不宣布法理台独，那侯康不再做进一步的统一的政治谈判的话，不，你讲的基本上就是维持现状。你讲的那个维持现状，只针对法理台独这个议题了。两岸的议题不是只有法理台独，这个叫极限议题嘛，嗯，这个是不能碰的，嗯。那赖清德跟侯友宜当然都。不会碰这个议题吧？他们两个都不会搞法理。这个议题不动，就可以维持现状到永保安康了吗？No， 他会开始提出路径啊，所以他们就丢出一个议题给你啊，闽台融合发展示范区都一直不回应呢，邀请你来参加，都一直不回应呢，那我就会理解为你对我不友善嘛，螺旋就会上去了。当然是这样啊，嗯，当然是螺旋到上去之后，你刚刚说。希望习做到第四任，那这个时间可以往后延。我跟你讲啊，马英九第二任啊，2012到2016，两岸没有任何进展，就是因为他对平潭实验区反对。嗯，那当然也包括前面那个 A 克法被挡掉了。如果习没有第四任的话呢？怎么去演绎推推？那时间压力会非常严重。嗯，因为2027嘛。嗯啊，那。我难以想象，如果是赖清德当选啊，嗯，然后习只当三任，那个的紧迫的压力了，三年呢，中间还要卡个8个月美国选举，相当可怕，相当可怕。以你的政治历练判断，我认为他一定会做动作，要逼你上谈判桌。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以前有人讨论过了嘛，什么叫以武逼谈嘛，嗯，他也不是真的要打台湾啊，我跟你讲，因为中国大陆是要统一台湾。统一台湾如果有真的战争，造成伤亡都是遗憾，会造成他未来收拾善后的那个很大的代价了。嗯，所以他可能就是以武逼谈嘛。这个如果是好，我就分两个好了。如果是赖当选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做任何的回应，然后但是也不宣布法理台独。那如果习走到三任结束的话，就像你讲的时间。紧迫性非常的强。对，那如果另外是侯康当选，他对于一些一些优惠的方案或一些实验区，他有做部分的回应。嗯，但是那还没有上纲到政治的层级做政治谈判。嗯，那习的
任期也做到第三任。我跟你讲啊，的话，那中间你只要去参加融合发展示范区啊，大陆就会开始在里面加料了，加料不可能毫无政治意义了。你懂我意思？那民进党当然就知道可能会这样嘛，所以他坚决反对嘛。那你是在讲说侯友宜有可能局部参加嘛？你局部参加他会加料的啦。那这样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吗？这当然不一样啊。我的意思说，就如果席还是只有三人的情况之下，我举例啦，你如果闽台可以融合发展示范区，对不对？那金厦大桥要不要盖？要不要盖？恐怕很难拒绝吧。那侯康就很难有第二任了。被民进党做成是卖台，不是嘛？我就是跟你讲嘛，柯文哲也主张要盖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要把北京看成是好像我提出一个方案，我就禁止在那里，不是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啦，中国当然有很多这个谋略，他不可能让你停在那里的啦，不可能的。他一定会搭桥啦，让你慢慢进来啦。那这个就是民进党要全力反对的嘛。所以如果这个明天过后后天到礼拜天如果是赖当家然后席只有做到三任就是亮哥心中想的紧迫到难以想象的一个的状况出现在两岸他当第四任机会高一点嘛好来回应大家的一些抖内跟提问哦来Tiger Soldier 第一次赶上直播支持永康希望节目越来越活谢谢李娇六因为时差第一次赶上永康节目支持一下谢谢 MK Live 香港的朋友感谢你还有张厚纯谢谢美国的朋友赵薇美国的朋友从现实主义来看加萨的悲剧在于被整体灭绝基本对世界没什么影响甚至对相关的国家或大或小有好一点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重要。对，加萨的悲剧在整体的灭绝，对于基本上世界上没那么大影响，这是他一个态度。哎，悠悠，请问如果真的飞弹来了，老百姓跑哪边比较安全？这个不用跑了。我记得赖月谦老师说过啊，因为老的公寓还有地下室可以去。不，基本上新的有没有？基本上都是精准制导了。精准，他只打军事目标了。来，林月明，请教一下亮哥，两岸现状不可能永久性的维持，拖下去，这一个现实也，他说两岸现状不可能是永久维持拖下去，是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对啊，那台湾的民众究竟是没有意识到，还是不愿意面对？我认为两个都有，所以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我的理解了，台湾内部大家妥了嘛，因为这个问题困难嘛。你就不愿意面对，那不愿意面对就造成现在三个候选人都长这个样子嘛？哎，老百姓不愿意面对就算，我个人最大的感触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或是领导人也不愿意面对，也都觉得，因为这个在选举上可能是票房毒药，是啊，你没有新的论述提出来，不如就保险点就别提，是啊，大家都不碰，不碰就在那边僵着，所以就变成是造成时间紧迫，不是时间紧迫，就美中把这个问题插进来。那当然就是中国啊，因为中国大陆对这个兴趣、这个议题有兴趣啊，美国又没有兴趣，所以中国大陆一定会做一些事啦，逼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美国为什么没兴趣？亮哥刚才已经讲了，因为真正的核心利益只有英国、日本，还有以色列啊，其他都是棋子。美国是，美国就是一定要到他发现第一岛链，他介入都有点困难的。那美国就决定做交易了。现在不就是这样状况了吗？第一岛链进来已经有困难了。哎，我知道啊，可是交易的筹码交易要多少代价还不知道嘛？现在那个交易你还没有看到。不，当年有交易啊，比如说这个基辛吉脱跑去中国啊，然后基辛吉拜托中国协助了，就是。你让那个北越啊上谈判桌啊，到日内瓦会谈啊，让我美国可以体面的撤出越战啊，那我们关系正常化。所以这个交易的方案是什么？台湾交换越南呢、啊？就是这样。台湾被卖不止一次了，台湾被卖不止一次。来，按照卫星警报的 SOP 换成飞弹说到的时候，若是飞弹，
飞弹的话怎么应对？好了，飞弹，我坦白讲，我们那个国家警报，你一测到它发射，你就要发简讯了啦。嗯，可是发简讯，就那个就是吴怡龙在批评的嘛。嗯，你怎么可以叫我们看看有没有不明物体啊？去跟警消机关做报告？嗯，你要叫我们躲到哪里去啊？对不对？嗯，就有点这简讯其实蛮荒谬的。如果是明年下半年台海局势失控的话，美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是林月明挺出来的。你讲的是今年吧？明年下半年台海局势失控，他应该是说今年下半年。对，今年下半年，我认为美国没有退缩的空间了，因为美国要选举。对对对，所以是包括的政治、军事都会。所以中国大陆也没那么笨了，也不会在这时候，不会在下半年，不会了。Maisy 支持永康跟亮亮教授新年快乐，赵薇，赵薇今天提出很多问题，不过也谢谢你这么多次的懂内。金尚老师为量子力学直播点赞、转发、评论，并且在评论区点赞排第一。亮亮教授为他释放了什么讯号？这没有，这有吧？应该没有吧？我还没看，不知道。没看啊？不过赵薇是我的粉，对。OK， 来 ，Candice。YK 祝谢谢澳洲的朋友 ，Nico 支持永康跟亮哥，希望两岸和平。好，今天在线上收看的朋友大概有4000位，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就选举之夜了，亮哥今天节目也是从早到晚。对，明天你会在节目里面看开票吧？应该会，大概有6个小时，应该不会开太久。7点多就开完了。把那个领先趋势你大概看得出来，不会非常接近的。你认为不会到接近到拉不开？你没办法决定胜负，就是10万票以内嘛。嗯，不会只有10万票以内的差距。2004那是开到10点了。你认为不会有10万票以内的差距？我认为不会。所以胜负已定。但是该投票还是要投票，至少明天天气是不错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进行我们自己的权利跟义务，去把你的神圣一票投出来。今天非常谢谢亮哥在选前过来做点评，谢谢，周末愉快，拜拜，拜拜。